哦，等一下，叫什么？田一德，就是哦，我知道你。哦，我这我在网上有看过很多你的 freestyle 的一些，哇哦。他们刚刚那个舞种叫 popping， 可是 popping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style， 比如说有 boogaloo， 因为 boogaloo 是我学的 popping， 所以其实 boogaloo 是用多一点这样的。这个是 boogaloo， 然后有 animation， 就是包括有 wave 啊，什么像机器的这些 ，popping 就是。哎、所以其实他们刚刚那个舞台，他们是把全部的 popping 的这些风格全部融合在一个舞台上，觉得非常非常棒。谢谢。哎呀呀！